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佛说战身功德经，哎，你们有没有读过这部经？没有。没有，有的举手。哦，那读过这部呢，就应该知道，对于任何一位法师就不能有批评，批评就做地狱。因为我来啊，我看大家的言谈，我就想大家可能没有读过这部经，需要给大家知道，否则我们时常啊都在造地狱的因，都不晓得，很恐怖危险，所以有必要把它提出来，让大家了解。好，我们来看阿含经中略集出，这是从阿含经里面摘录。看大福田出生宝，生宝就是出家人赞叹大福田的所有出家人，大福田，所以就说供养三宝是给大家修福啊，大梵天王及力士，大梵天王就是天界及高丽天的天王，力士天，力士就是玉皇大帝，因为他也学佛啊，所以有一个士，以大梵音赞叹僧宝，如地监牢诸神等，这个叫这个神是地，有地神、天神，什么神有没有？有一个地监牢诸神，赞叹一切僧宝众，赞叹他怎样呢？他说：“我末法中出家人。”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呀，是说他的末法，末法中的出家人呢，有这个常住生赞常住生，互相要赞叹，生宝生供新佛法，佛法要会兴旺，就要和和。生赞生供呢，就是生供就是可以共事啊，可以在一起和和，所以生赞生啊就会兴旺哈。那要是每一位出家人都能够就是尊重对方的愿，当然是生众跟生众的关系啊，因为僧众呢还是在学佛，还有一些还没有成佛，总是也是要向清净心挑战，也是要努力熄灭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所以你们也不要说僧众他就是佛了，你不要以佛的标准来衡量他，不要毁谤僧众，他也在学习，他是比世间人还更上一层，他这个出家了，可是他还是人呢，他还是要学习，调伏他自己的习气。要是每一位僧众都能够彼此尊重法门，尊重这个个人的愿力，就不会互相攻击，就彼此赞叹，我们人也一样，要互相赞叹，世界才不会末日啊！大家和和，团结就是力量，对不对？对。好，那我们讲呢，这种僧众有很多种啊，很多种法门不同，而且很多种不同自愿的愿力不一样的，有哪几种呢？第一种呢？就是属于我这一种，就属于这个第一种啊，
自求菩提为妙国，于佛苦厄世界中，常在如来清净众生中获有求四国，或以正国在身中，此等八辈诸上人，和合生中常不断，或有头陀常起时，或有三间乐极境，乃至于维系界中，不犯如来言命教，或有深广学智慧，或有习律习诸禅，并皆集在身众中，犹如百川汇大海，殊胜妙宝大德僧，长扬众生功德种，能于人天圣国者，无过佛法僧宝众，善心僧中施举水，祸福多于大海量，微臣尚可有算其，僧中施宝无有尽。好，我们现在先看这里，这一段告诉大家，僧人有很多种，因为他的愿意的关系，他自己的这个根系的关系，有的他想只要修自己就好，修四果阿罗汉的，有的他只管自己要明心见性要禅定的，有的是要求菩提果的，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我们前面看到是不是要求自求菩提为妙果，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属于这种啊？是。所以排第一个是很辛苦的。于浊苦恶世界中，五浊恶世里面啊，有很多常在如来清净众啊，有如来清净众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啊，清净的这个僧众。僧中或有求四果，为了求正道，正道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的，或以正果在僧中，可能有人已经正果了，在这个出家僧众里面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此等八辈诸上人这八辈就在讲这些初果阿罗汉这个四圣的和合僧中常不断，或有头陀常起时，头陀的就是说苦修的 苦行的那种行头陀行的，就是像大迦摄，他的佛的弟子大迦摄是行苦行的他看那些贫穷的众生啊，就是给他乞食，让这个贫穷的人修福啊，跟他乞讨， 你知道吗？就越贫穷他越要跟你布施，越要跟你化缘，就对，为了让你去除贫苦。所以你们说你们很穷了，师父一定要再跟你们讲要布施，再不布施下一辈子可能当乞丐了。所以你们都说这师父怎么那么狠，我们都给你钱了一直叫你布施，就为了要利益你们，再不布施还得了吗？现在你们没有钱了，对不对？很穷了，那你们还没有觉悟吗？你即使布施出去，你下辈子就改观了，就不会这么穷了。人家只有一套衣服他就布施马上得到富贵的果报，你们有几套衣服穿不完了，穿不破。所以不是师父狠啊是真的要救大家。他头陀的这个大迦摄他都专门去为
像这些穷得到没有东西布施的人还是跟他化缘呢。然后这个贫穷的人就哭啊，圣子啊，我这么穷，我很惭愧，都没有什么可以布施你，请你告诉我怎样解除贫穷穷苦的果报，我已经穷到连比死还要痛苦了，请你告诉我方法好不好。那大家是就说去除贫穷的方法就是你还是要再布施啊，你还要供养师父啊，我就是来给你修福报的，我就是要来给你供养的，让你有福报可以翻身啊。哎呦，他惭愧到不行了，怎么办，我通通没有东西可以供养，我就住在这个搭一个棚子，有没有？他也没有房子住啊，就在一个草棚，就在这边，也没有棉被盖，在那发抖，也没有东西吃。他说：“我现在唯一有的是一碗啊，发臭发酸的食物啊，差点在那啊，在那谁敢吃啊？”我说：“我只有这一碗。”他说：“好。”那你就供养我这个吧，他就把那碗喝掉，给他修福报。再穷再没东西，你就是还是要供养，不管你用什么，他就把它喝掉。这种是苦行啊，人家不愿意，人家有的人就专门去给有钱人供养，就是跟有钱人化缘。哦，那时候有分两派，有的都专门找穷人，给穷人布施，让他未来可以得到好处，让他修福。那这个去找有钱人呢，他觉得他有钱更应该布施，令他未来可以保有原来的富贵，甚至更富贵啊。哦，后来呢就是变成两个极端，佛说不可以，你们都要平等，也要给有钱人修福报，也要跟有钱人化缘，也要跟穷人化缘，都要平等的，啊，不能只爱一方啊，不爱另外一方，啊，都要平等令他们供养。所以我们在场，我没有只对有钱人说布施，都是平等法布施，对不对？平等说法，好，这样子。好，那这个苦行哦，讲到大家是布施，说我都要讲很细哦，虽然很好，很好听啊，可是时间占用很久。好，还有一种呢，或在三间乐极尽啊，不愿意入红尘的，不愿意看这些烦烦扰扰的众生的，他要在山中自己修行的，喜欢安静，不要人家打扰的那种，你们就听不到法。而且你想去求什么高僧，拜托你来为我解答什么什么，没有人要理你啊。这为什么要离红尘的众生要有菩提心，慈悲心，不然因为众生真的不好惹，说一个不好听他们就生气了，说布施他们就说 你是来敛财的，很麻烦的动物啊，很恐怖。所以这样不是有大愿要来度众生哦，真的没有人要这么辛苦，因为一个人很好养活自己呀，你要不是为了大众，自己吃有限嘛，我们就吃一餐也可以过了，何必惹尘埃哦。所以后来大家那众生啊，就说除非有菩提心，不然没有办法在世间这么久度众生。菩提心你就会忍受一切的，会忍各种的毁谤啊，
猜忌啊，各种跟你大小声啊，各种的，你就要吞下去，因为你要救众生的愿很强。但是没有这个大愿哦，谁都不愿意哦，谁要听谁的，都平等哎，有钱哦，谁有钱谁没钱是你的富贵你家的事，我们不是哦为了钱来，所以大家佛性是平等的，就是因为有大愿，为了要成就众生，所以忍，我们在忍，啊，所以就说有菩提大愿的才愿意度众生嘛，啊。不然你看在世间享受这个极乐极净啊，可是要是说要成就佛道，一定要通过发菩提心啊。你极净是修自己而已啊，极净呢没有办法，它的成就很慢，要成就佛道是难上加难，你没有在这个红尘大海里面考验验证，你是没有办法进入佛的佛法的精髓里面，都在皮毛外面而已。修自己很容易啊，你会啊无所求，还被人家讲东讲西，那还愿意去利益众生，那这个圣人了嘛，对不对？他愿意承受一切的苦难，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不为他自己求安乐。好，乃至于维系的戒中，不犯如来言应教。好，这个也有是这种守戒律的那种，啊，律中的有没有？刚才讲的可能就是说有禅宗的，有律中的，他就是专持戒的，他持戒持到利益众生他都不想了啊，这个怎样那个怎样那个怎样那个怎样，所以只在那个规范里面啊。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说行菩萨道的，有时候犯戒可能是为了大众，为了众生啊，看你犯戒，因为戒有开跟遮嘛，好，有那种就是说你是为了大众利益众生的，好，慈悲的，所以就那个戒是就是说不是那么严重的，好，可以原谅的那种。比方说有一个人要来扰乱大家，可能要来杀大家，好，我把那个人给杀了，我不是为了要杀人，是因为起心动念是为了要救大家的那一种，那种罪跟故意去杀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他要就是说宁愿他自己舍身成仁呐，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都会不了解哈，死板板的戒也持得。不是说持戒死板板，有的人持戒他不看你是怎样，没有不知道原因，然后就说啊这个师父犯戒，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啊，就说身众有一些是专门持戒的啊，持戒，可是当我们我来讲一个持戒的故事哈，有一个法师他持戒持得非常精严，然后有天人来送食，都有天中午都有天人来送饮食过来，好，来护持他就对了。然后呢，这好像是道宣大师啊，道宣律师。然后有一位呢，他的好朋友叫魁基大师，后来就转世哈，要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呢，他又根气有很深厚很利，他就说玄奘大师就度他嘛，
他的前身是陈廷妃长身后的。他说哎呀你在这里，他看到血龟里面有人在有这个冒烟的，他就会咚咚咚咚咚咚，他说哎里面有人，他说你要你什么你坐在这里血龟里面做什么，他说我要等待这个下月佛的出世，我在这里等。他说那你干嘛浪费时间呢，你干脆啊投胎啊，好，你就不要坚守这个意念，你先投胎到哪一个王侯的家去啊，重新开始，那度众生才对啊，你在那浪费你的生命啊，到时候我也是度你。他说好，那劝他嘛，发菩提心，后来说好，那一言为定，他就投胎到一位王侯的家。后来到他年轻的时候啊，青少年的时候，这魁基玄奘大师就会度他，然后因为得云之谜，他已经忘记他过去是什么，他说吃喝玩乐啊，还有漂亮的妹妹宫女什么很漂亮，他是沉醉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他说来来你跟我来出家吧。可以出家没问题，你要给我三车，一车金银财宝，一车漂亮的妹妹，一车这个鱼啊肉啊什么。好，那你们听起来想说那出家还配这三车东西，那不是犯大戒的吗，对不对？对，世间人哦都是看这样子啊，是看表象。那这个玄奘大师就答应他说没问题，你只要跟我出家，我送你这三车东西，我答应你。这是要善巧方便，先以利勾先嘛，不然你说都不能爱，他只爱这些东西啊，他想好那出家我还可以拥有，没有失去我原来的享乐，那我可以答应你，他就跟他出家。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调教他深入佛法以后啊，他慢慢就不要这些欲望，就摒弃这些东西。所以三车和尚是很有名的。所以你们有时候光看那个外相说啊，这个师父出家还要钱啊，那还要这个妹妹哦，还要吃荤的，那这样干嘛出家？你不知道他的大根气啊，他有很深的根气耶，他累世修来修行的根气，这个他就在行菩萨道哦。然后他是这个道远律师的好朋友，这个道远律师因为持戒持得非常坚严哦，不受供养哦，或怎样哦，很清高的样子，好像他修得很好。就这魁基大师要来找他，他就想跟那个天人讲，明天他想跟天人都会来送死啊，心里就想要炫耀一下给这个魁基大师看，说我修得多好，人家我都不食人间烟火，我什么都不要哦，可是这个有天人给我送死，多么的不可很厉害的，对。好，然后呢那天呢魁基大师就来找他他等到中午了，魁基大师就想肚子饿了，怎么都没有饭吃啊，他都支支吾吾，他想平常就准时来送死，今天怎么没有来呢，让他丢脸你知道，又没有准备怎么办，他就跟他饿了 一天的饿肚子然后呢这个就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睡醒来就在那过一夜，睡醒来这个魁基大师就告诉这个持戒精严的这个大师说，哎呀我昨天都没睡啊，听到三只蚂蚁那个脚断掉在哀嚎他吓死了，哇你这么厉害啊，蚂蚁在哀嚎你都听得到然后就很惭愧，
哦，他以为他自己很厉害，不知道这行菩萨道的人比他更厉害。哦，然后呢到隔天的中午啊，那这个魁星大师就走了嘛，中午这个天人就来送食，被他骂一顿，你昨天怎么没有来送食啊，丢脸，我要供养那魁星大师。他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没办法过来，我有来，可是哦，就有一菩萨在这里，好多龙天善神护法，好多佛菩萨都把这个山门堵住，我根本进不来啊，护法好多啊。这个持戒的才觉得很害，就很忏悔说哎呀，他自以为是说持戒多么经典，原来输给这个菩萨道的，他的护法这么多，他才天人来送食而已啊，他所以他生了很大的惭愧的心，忏悔心啊，所以就跟大家讲行菩萨道跟持戒经典，你们看不出什么端倪啊，佛菩萨知道，护法神都知道，他会拥护谁啊。那菩萨，我们菩萨道的不是没有持戒哦，你们不要误以为没有持戒，有持戒，可是他会很多的善巧方便，是因为要度众生，不是他不持戒，不是要故意要犯戒，这样你们听懂吗？听懂了。持戒的这个僧人呢，我们都要赞叹，持戒也很不容易，因为个人他的愿不同，我们不能说自赞毁他，说他就是不好，也很好，每一样修行都需要的，都在六度波罗蜜里面的。那我们这是行菩萨道，不是只有持戒，还有六，还有五种都要，对不对？那他只选其中一种，那我们就都要随喜赞叹他。那我们要更广大是我们自己的愿呢，没有办法埋怨的，没有话说的啊。还有一种，或有深广学智慧啊，专门在经藏藏论里面研究的，就在深入经藏的啊，深入学智慧的，这个有的可能会在教学啦，这个佛学院啊，佛研所啊，教学啊，他有很渊博的这个佛学啊，还有或有习律习诸禅啊，是禅定的止观的，就说习律的意思说习念的妄想啊，去思维，用正法去思维啊，你是从哪里来的，未来从哪里去，然后有禅练功夫的，要有正法，有时候禅外道也有禅练功夫，他没有正法，可是他又有禅练，所以禅练里面要透过正法、正思维、正知见，禅练才不会走火入魔啊，不是坐在那边这个什么都没有想，或是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那个或是哎，要贪求神通，贪求什么，就会走火入魔。再来，并皆集在身众中，前面讲的这些都有很多种，都在身众里面。那看到身众，他不讲他是修哪一种法门，你也看不出来。可以从他的言行啊，他要是不讲话，你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对不对？他讲话讲出来，可能都是慈悲的，要教化众生的啊。有的他是不讲的，他懒得讲的，因为一切众生有妄相啊，有虚妄相啊，跟虚妄相跟假人讲什么，他不想讲，他知道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他根本不想动口。讲话动气耶，废气耶，
他怎么不把喜然的长生不老，然后红光满面，气色很好？那我这一种是在第一条自求菩提为妙果的啊，发菩提心的，不是在修自己而已啊。菩提为妙果呢，六度波罗蜜都有啊，有持戒，有忍辱啊，有这个智慧，有深入经藏啊，有慈悲布施啊，各种都涵盖在里面。所以这各种呢，犹如百川归大海，不管它是什么哪一种，未来都要入这个大海。这个大海比方是成佛啊，未来哪一天呢都要来成就佛道啊。哦